好的，可以，谢 OK，谢。so，Dr. Natalie 跟大家好，我叫 Janet，今天我们的研讨会的主题是提高员工的应变能力，提升心理健康辅导的策略和技巧。然后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就是 Tommy，他有UCSI 的大学的 Bachelor Degree。然后他也是我们 MAP 的职业会员跟董事会认证的儿童心理学家，还有他也是我们MBTA 的职业会员，也是 ISPCP 的职业会员，最后他也是 MEAPA 的专业会员。所以最后一个他是关于就是讲员工援助计划的，so 就是符合今天我们的主题啦。然后除此之外，Tommy 和多个企业的公司提供这个员工援助计划，so include 来Tata Lega Holding，然后 Gola Management Malaysia Sdn Bhd Toyota Capital Malaysia Sdn Bhd 跟 Appspace Malaysia Sdn Bhd。然后，它也代表了我们的 IPC，像许多专业协会，然后企业的顾客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群体发表演讲，so include SP Sapphire Bank Negara Malaysia，AIESEC，还有 Arca Solution Malaysia Sdn Bhd，还有全马的 Edris 幼儿园。So，让我们欢迎 Tommy。好，谢谢 Janet 这个这么详细的这个介绍了，有一些介绍让我看到，让我听到了都觉得有点好像觉得自己很不配样子，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的经验还不足够啦。但是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10年之内，或者是接下来的工作之内，我会慢慢的去提升我的这个经验，在这个以这个 psychology 的这个 field 啦呀。OK，so 今天我看到我们有的 Dr. Natalie 就要进来做我们的观众，等一下嘞，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人就要进来的啦，呀、OK，so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嘞，就是有关于到要怎么提升员工的这个心理应变那个压力，跟他们工作方面的问题的那个能力啦。so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 common 的课题的。As a EAP manager 啦，也就是我们这个，我是这个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Center 的这个员工心理援助项目的这个 manager，就是我做了这么久啦，其实我发现到每一年每一个月，我们的公司都会收到很多的那些大的那些企业啊，或者是一些private company 啊，他们会send email 啊，或者是打电话联络我们，要求我们提供一些员工的心理援助的项目的来去帮助他们的员工啦。因为他们会时常投诉说，他们的员工有很多的心理压力，然后又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排解，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将这些心理压力呢去减少，所以他们就需要到我们这种专业的心理学家来去给他们一些建议啊，去帮助他们啊，去诊断他们的员工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并且提供相应的这个心理援助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东西来的，只是可能说在马来西亚是不是这个EAP 这个东西是最近应该是差不多2000年开始啦，才比较流行一点。Before that，其实是没有这个 EAP 的这个东西出现的。So，但是这个 EAP 呢，在外国呢，尤其是在美国啦，他们其实是这个EAP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咯。So，这个 EAP 在美国啦，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用来帮助那些员工去戒掉他们的那个酒瘾的，因为我做了一些研究啊，发现到其实这个员工心理援助项目啦，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提供帮助那个员工戒酒的这个计划，或者是给他们这个心理治疗，让他们去减少他们对酒精的依赖。在美国的时候，一开始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呢，这个EAP 慢慢的研发到可以帮助那些员工解决他们的家庭的问题啊，他们的心理问题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在工作方面不知道要如何应对压力，这个 EAP 也是可以 cover 咯。所以后来呢，这个 EAP 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就已经包括了这些服务啦呀。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会讲到要如何的去提升一个员工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应对压力啊，或者是怎么去面对他们工作方面的问题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他们想要知道的，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都是需要到工作的啦。
做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我们在公司里面跟我们同事之间的那个关系啦。但是因为呢，如果你有这个很好的那个应对能力，那么相信说你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就不会这么的严重，或者是说就算你有心理压力那些，你也知道要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来去疏解了。OK， 那么Jeanette， 今天呢这个主题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是你想要了解的呢？我想要知道就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可能造成员工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影响。 OK， 有关于到这个因素呢，其实是有很多方面的。所以for一个员工来讲啦，在工作方面他们面对的上司给他们的那个压力，这个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咯。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些员工，尤其是现在这个比较新时代的那些刚刚踏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就会面对很多的这个文化方面的那个不同。比如说好像我爸爸那个年代啦，六七十年代的那些员工啦，他们做工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期待啊，有关到他们在工作方面的那个 expectation， 其实是跟我们现在这些比较年轻一代的那些人是有些差别的。以前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必须要他应该是卡了，对吗？是，他那边的 internet 的问题是，不是我这一边的问题是。啊，对对，我跟他讲一声。OK OK。直接断线了。OK， so 可能我可以，可能我们可以继续下去。So 刚才讲到就是有什么因素可能影响，就是可能是个人对工作的期待啊，还有 Dr. Natalie， 你觉得会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员工的心理健康？我是感觉到员工本身的能力跟公司要求的那个符合的那个条件，虽然他应征可以进去做这一份工，但是问题是他的那一个 level， 他的那个应对的能力可不可以符合得到这一份的工，就是胜不胜任啊？范围啊。连 Mr. Tommy 进来了，这个要不要？sorry， 刚刚我的那个 connection 不 stable， 所以要 disconnect 过后我再 rejoin 回来了。所以刚刚你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再重复多一遍吗？刚刚我是就是有问 Dr. Natalie 的意见，就是他觉得会有什么因素会产生影响，所以他就觉得可能他那个员工他的能力跟他的工作范围不成正比的时候，可能他就感受到压力，是这样的。Yep， 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了。Yeah， 然后呢，有些员工呢，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们的工作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因为他们可能在刚开始 join 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们受到的那个培训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就算有人真的是教他们怎么去工作啦，但是可能那个他们的上司会给他们的那个压力会更大，因为那个上司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人啊。他对每一个工作呢完成了过后呢，他都会去 make sure 他的那个 quality 一定是要达到比较完美的那个水平啦。所以这个这样子也是会在同个时候使到那个员工觉得很压力咯。然后呢，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可能我要拖延，不要这么快把我做好的那个工作交上去给我的上司检查，因为我交上去的话，我的上司一定会找出了很多的问题来，然后一直叫我重新修改那个我做过的工咯。所以这个也会使到员工们觉得很压力啦。所以他们的上司怎么去对待他们呢，给他们的那个 standard 啦，这些全部都会影响到一个员工的这个心理压力。
还有我想问的可能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人际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有点压力呢？嗯，人际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啦，因为讲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其实都不一样的。如果是你有读过 MBTI 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这性格都会被分成16种不同的个性，然后每一个个性的人呢，他们的沟通方式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沟通方式的那个不一样，还有性格方面的这些差别啦，其实都是很容易造成员工之间会出现分歧，也会造成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不好了。所以举个例子说，之前呢，我在帮助一个病人进行这个心理治疗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在公司里面他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同事呢做东西呢是比较有规划的，就是那种他们会想要把他们接下来一个月里面或者是一天里面他们要做每个小时要做的东西都写好了，或者是已经想好了计划好了的。然后呢，不管那个员工呢，他的刚好他的那个性格呢，又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比较随意的，就是说他不想要做计划的，他是比较喜欢随机应变。如果有什么样的工作出现，他就会把他的时间放在那个工作上，他并不会有一个规划好了的工作范围或者是要完成的这个事项啦。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工作方面的那个方式不同，也会造成他跟他的同事之间时常出现吵架那些咯。所以比如说有一次，这个我这个病人呢，他就跟我讲，他那个时候在一个星期六的时候需要加班，然后呢，这个加班的东西呢，其实是他的上司很 last minute 才告诉他的。所以当他的上司告诉他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没有问题啊，我可以直接去星期六就去工作。但是呢，跟他一起工作的那些下属呢，就会觉得很生气啊，就讲，为什么你要去接受这个上司指派的工作呢？因为他的这个下属啊，刚好是一个比较 structure 的人啦，他做东西是比较有规划的，在他规划好了的日子里面，星期六其实是他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一个小小的过一个一日游样子，一个 one day trip 样，所以他就会很生气的去找我这个病人啦，就讲哈，为什么你要去接受你的上司给的这个工作呢？我已经计划好了这个星期六有东西要做了。所以这个呢，也就是其中一个你可以看到的性格之间的差别会造成的那个问题咯。所以如果那个员工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的话呢，他最后就会慢慢出现忧郁的情况咯。比如说他会时常觉得心情很低落，自己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而被人家责怪那些。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性格方面的东西呢，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在工作方面的那个跟别人的相处的关系，所以也会造成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好啦，影响到我们在工作还有在放工了过后跟我们家人相处或者跟我们朋友相处的时候的那个情绪稳定性哦。就刚刚我看到Dr. Natalie 他也问一个问题啦，就是MBTI 是什么。其实这个是MBTI 啊，是 B 不是 P 啦。所以这个 MBTI 呢，它的英文的全名就是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所以这个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呢，它其实是一个世界上非常出名的性格分析的一个工具来的啦。所以在这个 MBTI 他们研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提到说，每一个人他们在面对他们的人生当中做决定啊，或者是他们怎么跟人家相处啊，怎么样去摄取信息啊，这些东西都会有差别的。所以简单的来讲啦，我们这个 MBTI 它是有分成四个不同的那个 phases， 四个不同的这个项目。第一个就是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 也就是内向跟外向啦。所以在Dr. Natalie 不知道你确定不确定说这个内心的性格跟这个外向的性格之间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这两个的差别真的是蛮大的哦，它整个 face 哦，真的是好像两面的东西来的。你表现不是你啊 ，sorry 啊，什么就是表现出来的那一个，未必就是他内在的那一个他。嗯，未必就是内在的他。啊 ，OK， 这样你知道内向性格的人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吗？内向性格的特征啊。嗯，
如果是 based on 你们读的那个 MBDI，可能我不会了哈。但是我自己本身的了解了哈，OK，就是它是属于那一种比较靠近的，然后比较孤独的那一类型的。比较安静、比较孤独类型的人呐、啊。OK，其实你讲到的这些都算是内向性格的人，他们都会有的特征呐、啊。啊，所以其实这个内向呢，跟这个外向呢，他们的差别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去得到这个能量的。所以内向的人呢，他们得到能量的方式就是他们需要找一些地方来去独处。找一些地方是不需要社交的，因为内向的人呐、啊，如果他们去社交的话啦，其实是会使到他们身体的这个能量、他们的精神那些慢慢的减少。所以当他们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们的能力啊、他们的能量那些就会慢慢的增加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内向性格的人他们摄取能量的方式咯。外向性格的人呢，他们就比较喜欢社交，当他们去社交的时候呢，他们会觉得很有精神，因为这个是他们摄取这个能力的。摄取这个能量的方式，但是如果外向的人呢，你叫他待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工作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这会使到他们的这个精神开始慢慢的下降了。所以这个就是内向跟外向的这个主要的差别啦，他们是怎么样摄取这个精力的？所以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我的那个顾客那个例子啦，他讲到那个叫那个一个人是比较喜欢做计划的。那个人他在 MBTI 里面是属于比较 Judging type 的人哦，也就是比较 J type 的人呐啊。然后那个比较喜欢随机应变，不喜欢跟着计划做事的那个人就是比较属于 Perceiving type 的人哦。所以这个 Perceiving type 的人呢，他们是一个比较喜欢看到情况，看到有什么事情出现，他们就去处理，他们不喜欢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跟 J type 的人之间的差别啦。然后这些性格之间的差别呢，其实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在他们人生里面，他们的那个社，他们的那个跟别人的那个关系的。比如说呢，J type 的人呢，通常都不大喜欢 P type 的人，他们会觉得 P type 的人呢，做东西呢没有计划的，然后呢，很多的时候他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是比较混乱的，讲话呢也没有重点的，一时候讲下东，就讲下西。所以这个就是 J type 的人，他们可能会对 P type 的人有的那个偏见哦。P type 的人呢，他们也会不喜欢 J type 的人，他们会觉得这个 Judging type 的人呢，他们做什么东西呢都很死板的，一定要跟着那个计划走的，要做一点改变他们就不开心了。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社交人际关系啦。当然，extroversion 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外向内向这个也是会有影响的啊。所以如果一个内向的人，他的同事刚好是外向的。一直时常去邀请他出去见顾客，那些内向的人也会觉得很压力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弄到他们很没有精神哦。所以你可以继续的深入的去了解，就会发现到每一个人的性格啦，其实可以被排成16种不同的这个 combination 的这个 MBTI。所以这个 MBTI 呢，如果你要了解更深入的话，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我们的www.psychology.com.my，我们有分英文、华语跟马来文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网面呐。你们可以去到这个corporate psychology 那边，我们那边会写出这个 MBTI 的这些一些简单的简介，然后我们在我们的 center 也是会有提供这个 MBTI 的 test，重点你可以了解到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然后当你了解了过后呢，你也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要怎么样让自己不会觉得在社交的时候很累，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在处理工作的时候不会这么的压力。所以这个是我们psychology center 的其中一个会 provide 的 test 啦。然后as a EAP manager 啦，我在服务了这样多的公司过后，其实也是有接到很多的公司，他们会要求我们去给这个 MBTI 的讲座，因为他在很多的在马来西亚啦，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对这个 MBTI 还不是说很了解啦，有些人只是说听过罢了，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 MBTI 其实是什么。当然在，如果你谷歌 search 的话，在一些网站上，你也可以找到一些简单的测试啦，而且给你大概知道你的 MBTI 的那个性格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找我们 psychology center，我们其中一个可以给你的服务就是 after 你的 result 出来了过后，我们会讲解给你，让你知道你自己的性格在那个四个不同的那个 aspect 里面，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减少你在工作方面的压力啦，对呀，就这些都是我们会提供的额外的服务咯。OK，那么
目前Dr. Natalie，你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吗？就是刚刚打进去，我想问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 MBI 这个 test 它是怎样的一个 test？ 然后它是duration how long for this test？ Then 它这个 test 是好讲讲，它是一些怎样的 contents？ 所以这个 MBTI 的 test 啊，目前在我们的 psychology center， 它的收费大概是介于1000到2000这样子。所以这个 test 呢，如果你们有兴趣要做的话，你们可以联络我们的心理学家，也当然你们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讲啦。如果你有我们的 contact number 的话，然后呢，这个 test 它会测试的就是它会让你知道你是一个内向的还是一个外向的人。你是一个比较 judging，也就是比较喜欢做事有计划的人，还是你是一个 P type 的人，我比较随性、比较随机应变的。当然，他也会让你知道说，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是会比较通过思考，通过 logical thinking 来去做决定，还是你会根据你们的感受来做决定。然后呢，另外一个aspect 就是他会让你知道，当你在得到收集信息的时候，你会比较倾向于使用你的直觉。还是使用你的五官、你的感觉来去收集这些信息啦，所以这个就是他会给到你的那些资料咯。所以我们的网站也是有这个 sample report 啦，那个样本的报告，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after 看了过后，如果你觉得这个 test 是你需要的，你就可以联络我们，让我们来给你们做这个 test 咯。一般上是怎样的人会被鼓励去做这个 test？之前我面对的一些公司啦，他们通常会要求我们给这个 test for 他们的员工，让他们说给他们知道这些员工的性格是怎么样的，然后要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啦。然后 other than that，之前我也是有收到一些公司给的邀请，要我们去 provide 这个 test，说给他们可以用这些测试来去筛选什么样的来面试的人适合做那个职位。因为特定的一些工作啦，是需要到你比较外向、比较多、愿意去跟人家社交的啊，好像salesman 啊，salesman 就是其中一个咯。如果你是一个外向的人的话，你做这个 sales 的几率会比较高啦。如果你是内向的人，要你去做这个 sales 的话，就会使到你压力比较大一点咯。像这个 test，它的 duration 多久啊？这个它是 test。用 paper 来 test，还是用verbally question and answer，还是什么？现在我们提供的这个 MBTI test 是需要到你去填那个 form 写的，需要你用纸，好像那种笔试样子啦。然后这个 test 的这个 duration 呢，大致上其实是如果你快的话，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 finish 了；如果要你需要想久一点的话，就要1个小时咯。但是通常我们会鼓励那些做 test 的人呐，他们看到问题了过后，他们就直接回答，不用想太久了，不然的话，可能你给出来的答案就没有这么准确了。OK，好。那么，Janet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要问吗？就除了给员工做 MBTI，公司还可以在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就是提升员工的心理健康？提升员工的心理健康呢，是需要到不同的这个技巧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啦，来。So far 呢，我们有提供我们一些我见到一些公司的一些例子啦，就是他们会给他们的员工进行这个讲座会咯，他们会邀请一些外面的那些激励讲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学家来去提供这个讲座，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觉得很压力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减少的。其中一些我知道的技巧啦，或者是我之前有做过的啦，就是会教导那些员工，如果他们觉得工作很压力，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承受的话，他们可以使用一个叫做 relaxation breathing technique，也就是让他们放松的一个呼吸的技巧咯。所以这个呼吸的技巧呢，其实是非常容易做的，就是把他们的2个手都放在肚子上面，然后呢，叫那个员工呢吸气3秒，然后他们要闭气3秒，过后呢，在6秒之内把他们的气给呼出来。所以这个方式呢，其实是很简单，而且又很有效的。
因为你不需要懂，你也不需要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那些仪器啊、器材，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做的。你只需要坐下来，然后呢，把那手放在你的肚子上，然后吸气三秒，闭气三秒，再呼出来，重新做最多三次啦。那个员工呢，他们的心里的那个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他们也不会觉得这么的压力啦。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会教他们做的东西咯。Other than that 呢，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让那个员工去理解他工作方面他要处理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会叫他们列出来啦，然后呢问他们哪一个工作是在他们现在的这个职位里面一定要处理的，哪一些呢是没有这么的重要的，叫他们去区分那个工作的那个优先次序。因为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很压力，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区分哪一个工作是一定要现在就完成的，哪一些工作呢是可以迟点做的。所以可能他们一开始他们做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花很多的时间，花很长的时间去处理那些没有这么急着要交的那些工作，没有这么急着，或者是说那个顾客没有这么快要求他们去 deliver 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就会使到他们把时间花在这些不重要的东西上，那些重要的东西呢，他们又没有时间去处理了，然后他们就时常受到他们的老板的责骂了。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方法就是可以教导他们去区分哪一个东西是重要的，哪一个要做先，哪一个迟点才做都不用紧的。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员工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哪一个是他们的优先次序了，这样子也可以减少他们的压力啦。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让那个员工去了解到他们是否有什么样的负面的这个思维，或者是说在英文我们叫做 schema 啦，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啊，一些他们使用的这些思维模式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压力的出现。因为说之前我做的在去年的时候啊，我帮过一个公司他们的一个其中一个员工进行这个心理治疗啦。他的问题就是他总是会给自己设很高的标准，在工作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断的去要求去逼迫自己一定要把他们的工作做到最完美，做到最好，他们才交给他们的上司，才交给那些顾客。但是呢，他们的工作又很多，他们的工作量又很高，每一天他们要处理的东西又很多，所以如果每一个东西啦，他们都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去最完美啊，最后导致的就是他们会 burn out 咯，他们会好像彻底是没有办法去应对他们的工作上的问题，他们觉得做到很累，他们想要放弃。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要去教导他们去分辨什么样的东西呢不一定是需要做到去最好的，什么样的东西做到足够好就可以了，我们在英文叫做 good enough standard 啦，教导他们这个 good enough standard， 让他们懂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做到足够好就行了，什么样的工作一定要做到去最好，不是每样东西都一定要去做到最好的啦。然后我这里可以秀给你们看，刚刚我提到这个要求完美的这个标准啊，其实是这个思维模式来的，不然你们看不看到，可能我要关掉我的这个 screen 的，我的那个 screen 后面的那个图片而且呢等一下子啊，关掉了我就可以秀给你们看这个 schema card 了。所以这个 schema card 呢，它是会帮助你列出每一个思维模式啦。所以这个 schema card 我刚才要 show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咯，你看到这里写的就是无情的标准还有超越临界模式啦。所以这个模式呢，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在一个人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的，而且这些思维模式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其中一个这个无情的标准呢，就是说一个人他会想办法去逼迫自己一定要去达到最好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表现的标准啊。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模式会出现呢？你们可以想一想看吗？有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一个人有这个要求自己一定要表现到最完美的这个思维模式的出现？你们可以猜一下看，眼泪要试一下吗？我觉得可能是小时候的时候就父母对孩子会很高要求，就是觉得99分半了不够，你应该要拿100分啊，为什么那一分你拿不到？所以渐渐这种
就是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我一定要拿第一名的这种心理，就是在他们的脑里面形成了这个 schema， 所以他们长大过后也会用这种思维去束缚着自己，就是讲我一定要拿到 top sales 啊，我一定要是最好，我一定要是 perfect 的那一种。Yep， 你讲很有道理的 Janet。这个也是，就是其中一个会造成一个人会有这个无情的标准，然后每次逼迫自己一定要达到完美的标准，才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这个模式的出现啊。所以，如果这个模式出现了嘞，那么这个人一生里面他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一定是来自别人，不一定是来自他的家长，因为一个人当他从小孩子成长到成年的时候嘞，当他们可以出去社会工作的时候嘞，没有父母在身边去管理他们的时候嘞，他们还是会不断的逼迫自己一定要去达到完美的标准。所以这个模式嘞，其实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如果你不去让那个病人了解他们有这样子的模式啊，他们一直到老，一直到他们死掉了，这个模式都会继续存在啊，继续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所以我们作为心理学家啦，我们会去找出看一个病人有没有这样子的模式，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帮他们去进行心理治疗，慢慢的去把这个无情的标准的思维模式转化成健康的成年人的这个思维模式，也就是做每一样事情都不一定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完美，每一样东西呢都有一个足够好的标准就行了。就刚刚我在那个 chat box 看到 Dr. Natalie 讲 ，How far these schema cards can help patient， 就是讲这个思维的这些模式的卡片呐、啊，可以怎么样去帮到这些病人呐、啊？啊，它的用处其实就是当你在跟病人进行心理评估的时候，或者是你给他们做一些assessment， 给他们一些问卷让他们去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卷叫做 YSQ 啦 ，Young Schema Questionnaire。所以这个questionnaire， 如果你给那病人做的话，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病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咯啊。当然了，我们也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判断，当我们在跟这个病人讲话的时候，去跟他进行这个评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己的判断去看这个病人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的，然后使到他的生活比较辛苦。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来去找出来了。所以当你找出了那个人的思维模式了，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你可以show他这些卡片咯啊，你可以给他看，然后告诉那个病人说，哎，其实你有，我觉得哦，你有这样子的思维模式啊，这个思维模式呢，它其实影响到你的生活，直到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的那个压力会特别的大，你会比其他的人还要做的辛苦啊。所以你给这个病人看了那个卡片过后呢，它的好处就是它能够提升那个病人的那个自我意识。因为这些思维模式啊，刚刚我也提到说，很多的人他们都有了，只是他们并没有发现到自己有那个思维模式，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他们都是习惯了这样子去想东西，这样子去思考东西，所以久而久之呢，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他们就不会发现到其实这个思维模式是在他们成长了过后啦，变成了一个成年人过后啦，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啦，这个思维模式其实是不需要再存在了的。因为这个思维模式呢继续存在下去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很多人他们其实都不知道了，他们有思维模式，但是他们还是会不断的在这个问题里面一直钻牛角尖。所以我们作为心理学家呢，我们看到我们知道这个病人有这样子的思维模式，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卡片来去提醒他们，来去让他们提升自己的自我意识，明白下一次这个思维再一次影响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怎么做了。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好处咯。然后这个思维模式啦，因为它这个概念是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有这个卡片的话，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病人更加的了解到他们目前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模式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卡片的好处啦。所以刚刚那 Dr. Natalie 又问，这个卡片是 for 病人的还是 for 心理治疗师啦？其实这个卡片主要是给心理治疗师用来去给病人看的咯。但是如果那个病人想要买这个卡片的话，想要更加多的去发现自己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的话，也是可以的。So it goes both way 啦。就这个 ，sorry 啊，讲那个 schema card 啊，它是有多少片在里面？ How many pieces？For 这个思维模式的话，总共有18片啊。
有十八种 schema 啦，但是最近Dr. Edward 呢，他在前几年他也是有刊登了一个研究报告，那个研究报告呢，就是说他建议那个schema 的这些思维模式啦，再增加多几个，因为他背诵他自己的做这个心理治疗跟评估的经验呢，他发现到目前这十八种的这个思维模式呢还不够全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思维模式是可以加进去的。比如说，其中一个思维模式，他告诉我的就是，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被不公平的对待了，unfairness 啊，这是一个新的 Dr. Edward 他觉得应该是要放到去这个十八个 schema 里面的，应该要把它加进去里面的，因为这个目前的这十八种 schema 里面呢，还没有这个unfairness，还没有这个觉得自己总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这个思维模式啊，所以 Dr. Edward 他有 publish 一个研究的报告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等一下我可以 send 给你看。可以可以，连他有讲几时出嘛？加进去的就是 extra 的，就是整个 schema cut 的，讲几时出嘛？And how much the charges？几时出呢？这个就还不是很确定啦，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日子咯，因为他们还在继续做这个研究啦，来去看是否还有更多的这个思维模式可以加进去。So，价钱呢？等一下我可以send 给你。这样讲的话，这一个 schema 我可以这样想嘛？就是讲这个 schema，因为你讲刚才是可以让病人看得到他目前的状况，也可以给他了解发掘他的问题。所以可不可以我这样想啊？就是讲这一个 Gestalt 的 therapy。这一个的 schema 是非常适合用这个 tools 来做一个 assessment。对对，是很适合来做 assessment 的啦。然后呢，当然这个 schema，如果你找出你的病人的 schema 了过后，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不同的心理治疗的技巧或者是方式，让那个病人慢慢的减少这个思维模式对他们生活上的影响啊。OK，好，那么Janet，还有什么问题你想要问的吗？想要了解的？那我们刚才也是谈过了，就是从公司方面，还有心理学家方面，就是可以怎样去帮助员工。那如果员工自己，我想啊，就员工自己，他们就是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哦，要去见psychology 这样子，他们觉得很不安全，然后不舒适的话，要怎样创造一个比较支持性的工作环境，所以他们会觉得。其实这样子也 OK 的，是对他们有帮助的。你的问题就是说，要创造怎么样的环境才能够让一个人更加容易的，或者是更加愿意的去接受这个心理评估跟治疗，对吗？对。OK，Yeah，So 要创造这个环境呢，其实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进行讲座会咯，因为目前我发现到了马来西亚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对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很了解，或者是说有些人呢，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就比如说之前我就跟我的朋友聊到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重要性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下意识的去觉得说，哎呀，这种心理健康的东西只不过是不是很重要了，compare with 我们的身体啦。因为身体是，如果你有疾病的话，你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发觉得到了。但是心理的问题呢，看起来就好像很抽象了，不是一个你可以看得到或者是摸得到的东西。所以呢，很多的人呢，他们会对这个心理健康的东西呢，选择性的忽视掉它，觉得说，哎呀，这个心理健康我们没有必要真的是去关注。就好像啦，如果我们的身体有问题的话，我们做 blood test，我们去做一些测试，我们就知道嘛。但是心理健康的这个东西呢，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觉得，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心理问题的话，你不是选择把这个问题压抑下来就可以了咯，当做是没有存在啦，反正你不讲出去也没有人会知道嘛。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要不然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会觉得说心理健康这个东西一定是跟精神病人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是他们看到他们身边的人去见心理学家啦，他们就会讲那个人是有精神病的，或者是讲那个人要 shot 掉了，要疯掉了。所以很多的人都会对这个心理健康有很多那种负面的看法。说如果我们要去建立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好一个良好的这个环境啊，来去鼓励人去见心理学家，去帮助他们啊。其中一个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就是我们要通过讲座会咯啊，我们可以给一些讲座会啊，我们心理学家啊也可以进行一些免费的，或者是在一些NGO 啊，一些非政府盈利性的组织啊，在他们这些协会当中进行一些讲座会，来到去提升那些人对心理健康的了解啦，并且也能够纠正他们对心理健康的一些负面的或者是一些偏见的想法咯。所以这个是我们actually 我们作为心理学家啦，我们一直以来每一年我们都会进行这些活动的。所以举个例子来说啦，去年的时候呢Dr. Edward 他也是有进行这个心理的讲座会来到去帮助其中一个社团去了解到忧郁症是什么。我记得应该是好像50的社团啊，在去年4月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 webinar 呢也是一个免费的线上讲座会，来去提高大众对这个心理健康的了解啦。我们有英文的，有华语的，有马来文的，各种各样的语言都可以。我们都能够进行这个，每一个月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主题，然后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兴趣要了解心理健康的人，要明白到这些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了。Other than that, 我觉得说我们也能够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去让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啊，你身边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了解到，如果他们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或者是他们不愿意啊，或者是觉得不舒服来去讲出去的话，他们可以去见心理学家，因为心理学家呢是听了他们的问题过后呢，他们会保密的，这个是他们的规定的，他们一定要保密，不能够把他们所收集到的信息都泄露出去给任何的一方面的人知道了，除非是说那个问题是涉及到伤害到别人啊，或者是那个病人他想要去自杀啊，除非是这种很严重的情况啦，不然我们心理学家一般上都不会把这些问题泄露出去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去鼓励，或者是去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啊、亲戚们那些，他们就会比对心理治疗比较有信心哦，他们就会比较愿意来去接受这个治疗啦。所以在公司里面呢，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普遍性也能够通过这个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 或者是我们华语叫做员工心理援助项目，来到去提升他们这些员工对自己心理健康的这个重视啦。因为我们这个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哦，通常是我们会设一个 24/7 的 hotline， 就是讲如果那个公司啦，他们的那个管理层啦有 set up 这个 EAP 的这个 services 啦，他们的员工只要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心理上的问题，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号码来到去联络我们的心理学家。所以如果呢他们这个问题是要需要到被解决，或者是需要尽快的就能够得到这个帮助的话，他们只需要打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的心理学家就马上会跟他们 set up 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也会去听他们那个时候所面对的问题啦，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然后跟他们 set up 一个 appointment for 一个 session 或者是 group session 都可以。所以这个员工的心理计划呢，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心理学家也会在每一个月给那些有sign up的公司进行这个讲座会，或者是做一些workshop 咯，一些 group activity 啦我们可以在那个 group activity 里面跟那些员工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得到了这个信息过后，我们就可以为他们在特定的一个日期，他们选定的一个日期里面进行一些讲座会，然后去帮助他们咯。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啦，是能够让一个人能够提升他们对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信心的，也能够让他们更加的愿意来去找心理学家的。所以这些活动呢，我们能够提供给很多有需要的公司。然后呢，如果你们有任何认识的人，他们要见心理学家呢，你们也可以鼓励他们呢，跟他们讲，去见心理学家并不是一个觉得让你们觉得很羞耻的事情，你们也不用担心别人会怎么样的去看待你们，用怎么样眼光看待你们，因为你们的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技巧啊，一些方式啊来去说服他们哦，然后也可以秀给他们看这些心理治疗的这些有效性。OK，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吗？Tommy， 我想问哈，因为如果在工作那方面有一些工作人员是讲有一些 very mild 的这种 mental case 的，
就比是好像是 under umbrella or stick 的，它是 level one， 它 stitch 还在 one， 所以变成它是很猫了，但是它又可以进入这一些normal 的实作工。当进行这一个的 test 的时候，会不会对它造成一种障碍，然后让它也是心里是有一种压力？Okay, so 你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些心理评估啊，发现到那个员工他们其实是有这个自闭症啊，你刚刚讲的那个自闭症，就是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交能力了啦，这样会不会使到他们觉得好像被歧视是吗？啊，对，因为如果是他没有被怎样讲，因为他很猫嘛，他 level one stage one 这一些，所以也不至于一定是进去那一种 special。的那种工作啊，还是 special 的那一种环境啊，这一些，所以变成他进入这一些normal 的 company 的时候，他被测试出来，他有这样的这一些的factors 在里面呐、啊，所以变成他的公司又怎样去处理这一个问题，然后这一个员工他又怎样去面对他的压力。因为这个是很 common 的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可能你发现到你在做了一些测试过后发现到自己有自闭症的话要怎么办呢、啊？啊，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通常我们会建议这样子的员工去见心理学家咯，比如说好像自闭症啊，初级的自闭症啊，社交能力那些也会比较有问题，那些这些人呢，其实他们跟一般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因为自闭症的人他们本身的那个问题就是他们想东西会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啊、他们通常时候只会想到自己的需要比较少会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如果去见心理学家呢，心理学家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帮他们做一些心理治疗，然后去让他们更加多的去注意或者是关注其他的人的那个想法，当他们在想东西在一些特定的情况的时候啊，他们不要心理学家可以让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看到别人的需要，更多的去明白别人他们要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是让这个病人继续的在这个循环里面继续的看到自己的需要罢了。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我可以做的东西啦。然后我本身也是有很多见过那些有高功能自闭症的人，我们在英文他们也是属于在这个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里面的啦，但是他们是属于说社交能力那些比较好的，或者是他们看起来就好像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的，只不过是说他们由于想法比较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们在一个公司的环境里面会时常的受到其他的员工的歧视啦，因为他们会时常的被这些员工觉得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做什么东西都只考虑自己的想法，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慢慢的被孤立掉咯。可能这些有高功能自闭症的人啊，他们在公司里面是很不受欢迎的啊，他们的其他的同事呢会不愿意跟他们相处，吃饭的时候呢都不会叫他去的啊，这些都是会出现的问题咯。所以如果他们见心理学家的话啦，心理学家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提升他们的这个观察别人的这个能力，让他们知道要如何的去融入一个普通人的群体里面啦啊。然后呢，公司呢知道他们的员工有这样子的问题而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员工心理援助的项目来然后去帮助他们这些员工提升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提升他们的团队协作的能力啊。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帮助的啦，但是最重要就是要去找出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在哪里咯。因为呢，其实这个自闭症啊 ASD 啦，它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不同的症状，所以如果是见心理学家的话，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一些心理评估，然后去更加的了解他们这个自闭症在哪一方面的缺陷是比较严重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提升那一方面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加容易的去融入他们的公司咯，这样子他们就不会被排挤啦啊，他们工作的时候也不会这么容易有压力咯。 So 是一个讲一个工作人员啊，他小的时候他是这一个 mental 这个 spectrum 的这一个的 issue 在里面，但是当他给去做一些评估时候呢，他就讲
可以送去比较 normal 的学校，就是平常这样成长。嗯。连过后他就是这样很 normal 的这样进入这一个社会咯，这样就去工作咯。但是他的能力，他的就是各方面的哈，他都很缺陷的。嗯，可是问题，他就是进入 normal 的这一个社会里面工作，所以变成好像这一群的人和这一些病人啊，应该怎样去 assess 他们，该怎样去帮助他们？嗯，嗯，就是那些已经是进入社会工作了啦，啊，对。可以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更加的确定他们需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了，因为通常这些比较自闭症的人呢、啊，他们做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只是考虑他们自己的priority，就是他们觉得哪样东西是比较重要，他们就做先。但是呢，这个 priority 呢，跟公司给他们设的 priority 呢，不一定是一样的啊。可能公司觉得说这个项目 project A 比较重要一点，可是这个对于这个有自闭症的员工来讲，他觉得project B 比较重要，因为可以帮助公司在长期得到效跟得到这个好处，得到这个收益。但是他们就会跟这个公司的 management 呢，就会时常出现这个吵架争吵的情况咯啊。公司要他们做的东西，他们并没有太过 focus，反而是去做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帮他们做的东西，就是让他们去找出他们工作上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应该要优先去处理的啊，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迟一点点才去处理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个能够帮到他们的东西啦，帮他们去找出这些东西，这个东西的优先次序。这样子的话，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这么的辛苦了啊，他们也能够更加容易的跟他们的管理层、跟他们的上司去沟通啦啊。他们上司也能够减少对这些员工所出现的这个歧视啊，因为其实我发现到很多的公司，他们都会有这种有一些高功能自闭症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在工作方面呢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要的东西、他们看到的东西啊，跟他们的这个公司的那个目标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帮助两方面一起的去更加的减少他们这个之间的冲突咯，可以跟那个管理层啊，跟他们的上司那些沟通。然后去让他们了解到这个人是有自闭症的。然后，如果那个自闭症的人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呢，我们心理学家也能够帮他们跟他们的这个上司进行一些 group session 啊，然后去慢慢的去减少他们之间的分歧啦，呀，就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做得到的啦。就现在，比如有两种因素啊，就是这一种工作人员啊，一，他们是没有他们很难去听 instruction 嘛，对对，因为他很自我嘛，这变成这一种人就是怎样去引导他去进行辅导呢？因为他不接受，他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他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这个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叫他去见心理辅导，就变成会不会另外一种压力给这一个工作人，就是他讲哎呦，这么我会提啊什么什么，变成好像心理的一种负担，说变成有两个层次，说怎样去面，怎样去解决，怎样去引导。你这个问题问到很好了，很详细一下了，但是因为时间上的限制了，所以我会在迟一点的时候，我再message 你，再告诉你这个答案啦，因为等一下4点的时候，我又刚好又还有其他的活那些 meeting 要参加，所以我抱歉了，暂时在今天这个讲座会里面不能够解答完你全部的问题了，但是不用紧，接下来我们会帮助你去回答这个问题的。OK，这样我把时间 pass 回给 Janet。So，谢谢 Tommy 作为这次研讨会的主讲，然后我们也谢谢 Dr. Natalie 给我们这么多有趣的提问，然后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了解这次的主题，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这次的研讨会里面就是运用我们所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再运用于实际，然后去提供员工的应变能力跟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然后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跟参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谢谢大家参与，拜拜。谢谢，谢谢。